弟兄姊妹平安，为你领受顺从圣灵行正道得胜一浪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，顺着正欲也正义，必对正欲受败坏；顺从圣灵也正义，必对圣灵受恩赏。有一个有智慧的阿公，甲伊个孙仔讲了两只豺狼的故事。伊讲，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两只狼咧相拍，一只狼是邪恶的狼，伊凶恶、万分、妒忌、仇恨、贪心、自私；另外一只狼是好的狼，伊善良、温和、谦卑、慷慨、积极。小孙仔听了，真好奇地问：最后，倒落一只狼得到得胜呢？阿公讲：囝，你饲倒落一只，倒落一只就赢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咱常常饲倒落一只狼呢，是充满万分不满、妒忌的狼，还是以上帝的话语、圣灵的引带，常常警醒、自守、甲自我审查，来饲养善良的狼呢？咱三甲来祈祷，阮伫天顶的父，感谢你赐予阮重新的活命，求主帮助阮，要甲你亲近，不断地追求灵命的长进，在生活中胜过老我的罪性，互阮知影反省自省，结出属灵的果子，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良善的品格，过得胜的生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